高杰，给我一个机会，你需要开始新的生活，你的生活应该是开心的、快乐的，而不是痛苦。时光之轮在纽约的展出非常成功，恭喜你们啊，完成了一件伟大的作品。好，谢谢雷总的肯定。我还约了几位珠宝界的大师，就不跟你们多聊了，谢谢。那祝您一切顺利。好，再见。没想到我们真的成功了。是啊，虽然过程波折，但是没想到结果这么好，庆祝一下。你早就知道我们会那么顺利，还准备了酒，就是为了庆祝。干杯。高姐，很早之前我就已经喜欢你了，只是当时我知道你因为家庭的原因不愿意触碰感情，所以我始终没有迈出那一步。后来你遇到了玉芝，而且跟他走到了一起。说实话，我很难过，但同时我也为你高兴，因为我以为你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，只是我没有想到玉芝把你伤得这么深。我很心疼，我想要给你一个家，给你美好的下半辈子。藏在心底的最深，你不会知道。思成，你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，是一个很优秀的男人，你值得拥有一个最好的爱人，只不过那个人不应该是我，应该是一个比我更优秀的女孩。而且我现在没有心情去考虑感情上的事，对不起啊。高姐，给我一个机会，也是给你自己一个机会。你需要开始新的生活，你的生活应该是开心的、快乐的，而不是痛苦。再次我离分多伤人，当爱人变成爱过的人，当永恒不再属于我们，我只能苦笑隐身。高杰，我想跟你谈。当爱人变成爱过的人，命中注定原来不是我们，为何想爱过的人非要爱成陌生人，才能证明曾经爱多深。今天来找我到底想要说什么？我想问你，你到底有没有帮孟子云去陷艾瑞花？你今天来找我到底想要说什么？我想问你，你到底有没有帮孟子云去陷艾瑞花？我曾经解释过，
可是你已经先入为主的认定了这一切。既然不相信我，又何必再来问我？高姐，我从遇见你的那一刻起，我就选择完完全全的去相信你，甚至是这一刻，以至于未来的每一刻，我都想去相信你。所以你能告诉我，你和穆子云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吗？事实吗，于芷？你对我的信任已经没了。就像我们的对戒，失去的东西无法再找回来。所以，今天我说的再肯定，对你来说依然是不确定的。无论我是否参与过表姨的那些事，我和她之间的血缘关系是永远改变不了的，而这一点，在你心里会是一根永远拔不掉的刺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又何必再去接触对方，去伤害彼此？可是我……你对我的信任已经没了。就像我们的对戒，失去的东西无法再找回来。表姨，表姨，小姐，表姨，你没事吧？不好意思啊，他们给你打电话了。本来我不想叫你来的，但是非要让我留联系人的电话，我又没有别人可以找，所以……别说这些了，伤到哪里了？给我看看。哦，没事儿，小姐，好不容易又听到你叫我一声表姨了。我们毕竟还是一家人，不管出现什么事情，我们都会在一起的。你才是我最亲的人，对不对？表姨，先不要说这些了。阿芝，哎。阿芝，你来了！哼，芝，你可算是来了。这个雨林真的是太狠毒了，你看看他给我挠的。余光华，你说谁呢？这不是你吗？我说别人对得起你啊！啊！我先送你回去吧。嗯。